以及我们的黄英第一副总监，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专区及分区主席，还有我们的推荐会，还有我们今天晚上的贵宾哈，我们好像李连珍秘书是不是？从这里看过去哈，啊，我同意哈，还有我们的张将军哈，还有请坐，我们的庄校长，还有我们福伦社范副总监以及社友啊，前社长啊，还有我们是哦，我们侯雅助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贵宾啊，所以要特别问候一下。各位领导师友，还有我们第一的所有师兄师嫂，大家晚上大家好。今天这个本来是我第一会啊，然后又这个传承服务成长活动啊，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播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哈，我们的活动。所以可能我稍微讲多一点点，这个因缘跟我有关啊，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。请我们主任呢、如果讲太久了的话，就赶快总结差不多时间了。好，首先呢、我要非常感谢哈、感谢我们最优秀的时钟会长啊。我想我们今年是第64届了，那么经过那么多届哈。我们看每一届的会长都，这个可以说哈、在担任会长的期间呢、都是全力以赴了，几乎都交付生命啊，在办理会务啊，各处的财产都提出来保暖哈，每一届都花很多钱，那我们师宗啊更不例外啊，我想他今年出国已经出了三趟还有一趟。这个每一趟都要花很多钱哈、这个是很辛苦哈、但是他是重情重义哈、非常这个重视师友啊，这么这个有情有义的一个会长啊，在联谊会也受到大家的尊重，我想这个都是第一培育出来很优秀的人才，我们都可以相当的肯定哈，要感谢会长，那我在这里。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前会长、第一的前会长师兄师嫂啊，齐军今天有机会在区里头服务大家，我想都是我们第一狮子会的栽培的提拔这个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，让我在这个平台上面来服务大家，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第一所有的师兄师嫂前会长啊。那还有，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我们，今天在场的三位区副总监哈、我们这个区的推动啊，就用那个哈、从这个干部资产活动开始，由他们发起啊，这个他们可以说也是哈、掏心掏肺哈、在帮忙区务哈，这种感动哦，十二位可以表达啊，这个我想哦，就送你们去美国念书好了。感谢了，就感谢了，再感谢啊！那还有感谢我们所有的专区主席、分区主席，还有23、24所有的会长啊！区务会这么顺利啊，会让我们整个区啊热血翻腾啊！大家这个什么，大家都好像大家同一条船啊，一条心啊，会这么合作啊！我想都是所有专区、分区以及所有会长。努力的一个成果，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啊。好，那我这个感谢我们今天所有这个来的贵宾啊，参加我们今晚的餐会。那我首先要再感谢我们宝华总监哈、这一次是由他提起要筹办这个时代工坊的事也让我想起这10多年来在会里头常常听到前辈们提起有关第一狮子会很多的。光荣很多了不起的事，像我们有前行政院长啊，
啊，还有市长啊、立委啊、议员啊，这个很多在社会上非常杰出哈、啊、的贤达人士啊，是我们晚会的前会长或师友啊。那还有像我们常常听师友在提到啊，我们这个师王塞翁了哈，塞翁就是王启文师友哈、啊，他就是我们的创始会员。是一个相当受尊重的一个师友啊，我们就尊称他就师王啊。那还有像我们现在林森路的会馆啊，我们这个狮子会会馆啊，是由我们的前总监的李金盛师友啊，他首发起啊建造的啊。那也许各位朋友都不是很清楚啊，像高雄炼油厂就是由我们的。这个洪世川啊，从监督啊，他这个督建的啊，这是都是很伟大的工程，很了不起啊。那么这么多的师友共同打造第一次的光荣的历史，他们不光是在社会有很大的贡献啊，那么在国际狮子会更是出钱出力，也为第一狮子会留下了很多显赫的荣耀啊。那么经过60多年了、啊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后辈啊，要效法啊，要学习的。我想啊，是我们的榜样。这个就利用这个机会提出来啊。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事迹啊，这个也许啊，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耳闻了啊。但是年轻的师友啊，或是我们区里头啊，很多年轻的伙伴啊，可能就不是很清楚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用这个机会啊来跟大家报告啊。那么我讲一个不光彩的啊，这个大家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。我曾经在一个场所啊看到我们那个狮王王启文的铜像啊，被这个就太脏脏的啊，搁置在那个楼梯啊楼梯底下那个置物柜上面啊，就不重视。我想不是他们不重视，是他们不知道这个铜像究竟是谁的啊？这个到底为什么有这一尊啊？这个在这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就很痛心啊！这个哎呀，我们这么伟大了不起的前辈，怎么会这样被处理呢啊？所以这个就是传承被疏忽掉啊。那我们当然就利用这个机会啊，也来提一下啊，这个是很光彩的事情。那么很多事例啊，那我再提一下，就是当初达一区哈、改制变成亿万区，是由李金盛师友，我们的李金盛总监啊，也是第一的师友来担任创区首届总监啊。那么这个资料是总监告诉我的啊，可能也许如果有不正确的地方，我们再纠正啊。那么。李金盛的总监也是我第一次师友，他担任创区首届啊。那今天经过26年，小弟积极啊，因缘际会代表第一狮子会啊，来出任13区创区首届总监。那么这都是一点巧合啊，就是转来转去，都转到积极身上。那我有在场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啊，叫裴忠甫。请起立一下，他几个哦，他几个。他在26年前啊，就担任亿万区创区时的会长，会长是真的会长，很厉害。这个也是顶尖六一啊。那么今年我们13区啊，就来担任我们的区主席。这真的是上天啊，非常巧妙的安排。他非常兴奋的，我也非常兴奋，做好了朋友会一起打拼啊。所以这个当宝宝总监在提到时代工厂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也二话不说，我说赞同这个事情就要做啊。那么我们特别今天请我们母会啊张会长啊跟洪副会长啊来见证啊，来见证一下啊。那还有要办吗？对不起，讲太久了。非常期待的。因为下个月1月24号是我们的受赠啊，受赠周年庆啊。那
那是六十七届的首长。那因为会长啊，然后我们的各位师友要接待姐妹会，还有八个姐妹会啊，国外的姐妹会，那还有十位，还有好多团员啊。我们可能在时间的安排和人力要办理这些事情啊，会这个比较困难。所以我们利用今天晚上这个例会的机会，我们大概很轻松了、啊。我听宝宝总监说，待会儿有赏书的表演的、啊，很期待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希望好像今天就好像软寿一样，下个月寿正啊，积攒一个月好像办软寿一样啊。那还有请这个我们展翼师兄呢、啊、来简单的报告一下一些事迹啊。啊、或许有一些有趣的事情，你提一提也没有关系的。我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七七年会哈、啊，办论坛，很郑重的办论坛。你知道七国的国际理事的、啊，还有前总监的、啊，好像三四位坐在台上，办光，张会长也有参与啊，本来非常正式哦、啊，啊，还有直播啊，但是我想我从第一哈，没有第一。所以我们的今天就用很轻松、很愉快的忏悔哈，来就好像办晚寿一样的，也把第一哈过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，这个我们的前辈那隐秘的情形啊，也让大家知道一下。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哈，有点冗长，但是谢谢各位的耐心啊。预祝今天的晚会非常圆满，非常顺利哈，非常成功啊！我们软寿第四回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感谢总监的努力，总监请留步，颁发总监章。